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 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我想你一定会使用越什么什么什么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表达，比如我的中文越说越好，我的个子越长越高，你的中国菜越做越好吃，越什么什么越什么什么，很简单的表达，是吧？但是这个简单的表达有非常多的变化，有很多种用法。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越什么什么越什么什么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越帮越忙，越帮越忙，你听说过吗？帮忙这个单词也很简单，我很忙，所以我请你来帮我的忙，我希望你可以让我不是那么忙，这就叫做帮忙。不过有一种情况是，假如你现在很忙，所以你请我来帮你的忙，但是虽然我已经来帮你了，想让你更轻松一些，结果是因为我很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什么都做不好，还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结果是我给你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你比原来更忙了，要做更多的事。那你就可以对我说，嘿，大鹏，你还是回家吧，因为你越帮我越忙，真的是越帮越忙，你明白了吗？越帮越忙这个表达真的很有意思，不是吗？赶紧来听今天的对话吧。大鹏大鹏，今天我要做中国菜来给大家吃，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你可以吗？哦，好啊，不过我真的不会做饭，我担心会越帮越忙。没关系没关系，你来帮我洗菜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饭。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了，那我就不用担心越帮越忙了。大鹏大鹏，今天我要做中国菜来给大家吃，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你可以吗？哦，好啊，不过我真的不会做饭，我担心会越帮越忙。没关系没关系，你来帮我洗菜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饭。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了，那我就不用担心越帮越忙了。很简单的表达，但是经常会用到。以前我帮我妈干活，或者是帮她做饭的时候，她就经常会说，哎，你还是干别的去吧，因为你越帮越忙。那你有帮别人帮到越帮越忙的时候吗？或者有人来帮你，但是你却越帮越忙呢？有这样的情况吗？我想一定有吧。说说你的故事。好了，也别忘了通过 Patreon 来帮助我一下，我相信这样的帮忙一定会越帮越好，不会越帮越忙的。那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啦，拜拜。大鹏大鹏，今天我要做中国菜来给大家吃，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你可以吗？哦，好啊，不过我真的不会做饭，我担心会越帮越忙。没关系没关系，你来帮我洗菜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饭。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了，那我就不用担心越帮越忙了。大鹏大鹏，今天我要做中国菜来给大家吃，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你可以吗？哦，好啊，不过我真的不会做饭，我担心会越帮越忙。没关系没关系，你来帮我洗菜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饭。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了，那我就不用担心越帮越忙了。